这怎么的？现实字儿不认识，中间还打俩拼音？好学生，你说的是啥呀？我听听。你搁连麦上打那字儿是啥呀？能听见，大声说，咋的了？说话声大，你媳妇揍你啊？喂，说话。我这说的是，就是咱们这块儿这个。你大点声说，你五迷三道，你从被窝里爬出来。啊？你大点声说话，你嗯嗯的。哦，我就说呀，就咱们这块儿这个疫苗呀，就是。80%都打到这个人身上了。咱们这块的疫苗，对，80%都打人身上了。对对，否则应该打哪儿？打门框子上啊？它是狂犬病疫苗。啥时候？什么疫苗？狂犬病疫苗应该打狗身上，完结果打人身上了。对。啥时候的事儿啊？这几天都这样呀、啊，它这个这是这个新闻报道了呀。哪个地方的新闻报道的啊？这个，你去这个网上搜搜，都能搜着呀。来，我现在搜搜，搁哪搜来？搜啥？你说来。搜这个中国狂犬病疫苗。嗯、啊。中国狂犬病疫苗。对，我国狂犬病疫苗打啊，打人身上。中国狂犬病疫苗打人身上，狂犬病疫苗打哪个部位？在中国，狂犬病疫苗为什么给人用？2021年的啊，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消除狂犬病的国家优先给狗注册狂犬病疫苗。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源，根据据统计，95%以上，人。患狂犬病疫苗案例多发生的亚洲和非洲，狂犬病每年给地球平均造成6万人的死亡，造成这一差异主要原因啊，造成6万人的死亡，超过1500万人接受暴露后预防，其中亚洲发病最多。虽然该病为狂犬病，但实际上狂犬病并不是一种可传播的狂犬病的动物。在我国，狂犬病病源有95%以上都是狗，其次是猫。而在北美洲、欧洲怎么地的啊？怎么前面给你解释清不清楚啊？嗯，清楚。就是传播，你给狗打没有用，它猫也可能带，老鼠也可能带，所以给人打上以后是最根本的防。你有啥问题？他应该不应该这样做？他应该从根本上制止这个情况。那简单呐，他因为这个，他这个事儿，铁子，这个事儿你不行，你那啥，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它是一个专利，你不行，你提前申请一下子。这个事儿你怎么好能因此获诺贝尔奖？我是没这个功夫了。你明天直接申请一手专利，给狂犬病疫苗直接扎你爸海螺子上，你爸在射你出来的时候自带免疫的。操你妈，滚一傻逼！你妈逼防病原病狂犬病疫苗不是给狗打的，你像傻逼似的你，扎你爸海螺子上，你爸射你出来，这顺便整点什么鼻氧消毒水，乱码七糟的给你走他妈，给你爸上面前面接个管，本身就这么长嘛，接个管上面什么消毒水、酒精啊，什么砒霜，什么那个双氧水，乱码七糟，从就一顿过，洗衣粉最后一关洗衣粉给你洗干净呢。你好像傻逼似的，唠什么逼玩意儿？操，五迷三道的。宽病疫苗应该扎哪儿？扎门框子上，你脑袋卡门框上，正好蹭上了，完你就免疫了。什么逼玩意儿？你搁这儿？你都说刚才那逼说他妈兑现的傻逼，那个都那个什么那个学历好像都很低。我操，你确实他妈有点拉低了。你今天的出现至少把整个患者行列拉低0.1分，你至少把平均本身就他妈0.3分不高的成绩，你平均给拉低0.1，本身就狗逼不是驴马烂子了。这回他妈让你他妈加上狂犬驴马烂子，还带他妈全阵你给冠名了，三样烂。